黑的，水牛。啊，好用，漂亮。啊，和我差不多一样，他是那个西南政法大学的。啊，都上起班的才能够。哎，都上起班的。如果不上班的话，也工作有点老。他那种断面成的。可以达到那种纳米级的那种，一不快了你就把它打一下哈，它那个切口，说直白点它就是那种玻璃啊。基本上完了呀。哎，没搞好耽误时间嘛。我正常你烧的话，我两块都修补了。那都。不行，再踢了。你的刀口，嗯，你的刀口比上次那个好得多了。但是40块钱进去是有点小。也是买了30-40块钱的，但全部是有钢筋，这个带钢刀往里头拿去。哎，黄油木是什么木呀？什么？天天看他们在那儿秀，那个群有一个湖南的那还是哪一个广西那个。我都去结束了，再来点点的时候。
大概就是，等于是，一般没做。
吃了点。哎呦，干嘛呢？如果开，在这儿有空工作吗？要知道老陈是泡面，泡面。上次那个桩是哪一个哟？鼻子里吹气。
打电话。是啊。
就想法，力道要适中吧，带动身心的愉悦感嘛。